而家咧就係等緊車啦。哇！對面咧，嗰度咧就係拱北口岸啊。1 2 3 4 5 6，你哋六個人啊？七個，七個加埋佢。係啦。你話嚇？上咗嚟，我哋坐車頭，因為咧我哋排咗幾架車嘅咧，我哋搭錯咗，因為我哋分批進行啊。把行李箱咧移到最後面。我有咩問題？咩咩？而家就等開車。佢又插嚟聽下，即係應該係介紹沿路啊嗰啲風光啊，或者係啲站啊，係有啲咩睇啊咁樣嘅。呢個係25蚊一個人嚇，有似1.2米高就要買票啦。嗰啲兒童唔知幾多錢啦。咁啊內包咗噶啦，落全日票嚟噶啦。咁有咩可以乜嘢影啊？我好似唔夠，你覺得我咁呢角度好嗎？5蚊高啲啦。我咁樣好似好啲啊，係嘛？好，帶你去觀光先，就喺呢個珠海。啱啱呢個係拱北啊，係拱北關口。你下次嚟就係拱北關口出嚟就可以坐呢啲觀光巴士啦。今日有啲落雨嚇。咦？嗰度喺邊啊？喺度，喺度。嗯。哎，睇下，个城市，珠海嘅城市面貌。呢个是拱北湾喎，雨到站都冇人落噶啦，系咪啊？跟住前面就是海啦。你看啊，这个大海就在这半月的后头。睇呢个海咧，同喺澳门嗰个一样嘅，都系黄黄地色咁，系咪？嗰度对面嗰度就系头先对面嗰，系啊，系咪好多泥啊？望落个海就系咁噶啦。唔通呢个系叫黄海？好近喎，嗰啲嗰啲水好似好瘦，好高涨咁吓。哦，金月轩就在这儿，走路就过来。好啦，呢个系情侣南路啊！情侣南到站啦！咁即系你可以落车咁行下咯，跟住搭翻下一班啦。不过下一班唔知都冇位，佢都限定晒位噶嘛，冇位冇得上，系咪？咁啊唔系好掂，因为全日票嚟噶嘛。系啊，你听唔听啊？我冇耳机哦。冇嘢讲啊，咪就系巴士而家讲紧嗰啲可能。系咩？有咩讲？你介绍下呢个，听到你讲出嚟。欢迎嚟到呢间。跟住不停重复哦。咁無聊，佢話聽下叫耳機聽到啲咩咧？佢話冇啊，就歡迎你，啊，即係多謝你，歡迎你啊，嚟臨啦。跟住一段又重播。狂重複。係啊，呢個唔平喎，係咪啊？又講翻低氣係嘛？
係咪咁樣好啲啊？好似好正喎。咁啊，睇唔跌啊？你嗰點跌？哇！呢個真係可以遊過去澳門啊！嚇。去多嘢睇，海邊靚啲，但係呢啲望住海嗰啲咪豪宅嚟啊？側邊呢啲酒店嗰啲啊。好，嚟到另外一個站啦，興華國際酒店情侶牽手聖地，情侶牽手聖地。歡迎乘坐珠海觀光巴士，下一站我們即將到達情侶牽手聖地。全球通道上，这里是游客拍摄，都冇人行吓，系咪几靓啊？一片草地咁样，跟住隔篱就系海。好震啊！有时我觉得啲咁嘅靓都靓啲，靓过你手嘅咁嘅呢度。咁啊系，咁嗰头先我哋坐呢条桥嚟嘅咩？唔係啊，係咪啊？呢條咩橋嚟咧？阿谷，呢條咩橋咧？港珠澳大橋。係咩？就喺呢度嚟。就係想我哋就係搭坐啲架。唔知係咪咧？嗬？但下低條矮條橋咧，係咪啊？矮啲咪有條橋咧？係啊。嗰個唔知去邊？係咩環琴啊？嗰個環琴啊？係咩？我哋都唔知道。要睇翻地圖先知。嗯。係，你睇下地圖咪知咯。呢條下低呢條橋去邊？即係嗰度都係珠海嚟嘅咩？應該嚇。好，下呢個站啦。港珠澳大橋。係喎，呢個係喎，呢個就係港珠澳大橋站啦。呢個。啲冇人。啲豪宅啊，睇下望下。幾高位啊？哦，新樓盤嚟嘅呢個，頭先我哋左邊呢度，見到台好大喎，好大啊！哇，呢個望住個海喎，冇人喎，銷售中心，嗱買翻層咯，嚇，都幾好啊嚇！嗱呢啲仲唔係豪宅，九州灣下一站係。金山银山，叫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九州湾系啦，已经写咗九州湾。头先远处嗰度就系港珠澳大桥咧，应该。好，而家我哋转咗入嚟呢边喎。咦，头先我哋话呢条桥喺边嘅咧，然后就等我哋。哦，口岸桥啊，岸口桥嘅。咩？即係頭先我哋落車嗰度，呢條橋又整到咁窄嘅嗬，得兩線車道嘅就咁得嗬，佢使唔使整咁窄啊？可以跑步。係喎，隔離嗰度又有單車徑啊，同埋人行嗰啲路啦。呢個站叫做愛情油果啊，點解有個站叫愛情油果好笑？好嘢啊！飲啲水啦，咁你。佢有講解呢條橋幾長嗰啲嘅喎。我哋嚟嗰度，我哋嗰度啊，边度啊？嗰度嚟咯，我哋系咩？唔系呢度咩？系啊，即系头先上车嗰度。哦，头先上车系。好啦，唔使睇啦，嗬。系啊，佢咁过咗，佢就过嚟呢边，就系港珠澳大桥啦。唔系嗰个咩啊？口岸啊。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不仅能挽回中国桥梁先进水平，更是中国国家精神国力的体现。港珠澳大桥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建设的大型跨海珠海三地经济社会一体化应用试验。
桥在2018年首次作为当区和世界级城市前的美好前景。系咪几靓啊？吓，啲环境整得系咪？一路望咧都觉得好舒服啊！啲城市啲环境。呢个我写个横琴啊，横琴中山江门广州。嗰度啲楼嘅咁特别嘅，你咩？好似斜斜地咁样，叫咩？你喺嗰度嗰啲楼，好似不叫咩？不规则形状啊！而家有时会咁样，你预重新开啲。嗯。呢度真系同深圳唔系同澳门真系好近喎。澳门啲楼价又贵噶嘛，咁所以话过嚟珠海就平啲啦。而家寫咩？好歪係嘛？但係睇唔睇得出嘅咧？講翻頭先講錯大橋。係啦，有翻。其實咧，我哋咧可以搭觀光巴士去。坐我哋知啊嘛，而家係咪？坐。唔係，可能嗰度唔平咧，係咪？定係依家你就再懟？就算唔平，佢都要整嘅，佢都要整。嗯。就是港珠澳大桥口岸啊，记唔记得个名系咪？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哈，在这儿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啊，真系长到。所以剛才我們在這裡上車走來走去都是這些地方，你去哪裡的？有個口岸天地，不知道是不是口岸天地，商場，商場在那裡搭，我們看看那裡有個站，對，有個站，是在這裡，就是，是這裡，我們可以搭，是，你看到有個遇見大橋，右邊這裡，在右邊這裡就是搭了，就可以喺度搭啊！$25，跟住可以入票嘛，系嘛？咁你可以搭翻去头先嗰啲地方。我哋系爱情邮局啊，而家边度写紧啊？冇，未见到系咪啊？系咯，而家望下对面远处嗰度嗰啲楼咧，需唔需要睇啊？睇唔到嘅，不转马睇唔到，好特别啊！嗰啲楼好似企唔稳咁啊，特登斜斜地嘅。各位旅客，乘坐珠海观光巴士。下一站国际机场，情侣牵手圣地，全球通大圣，这里是游客拍摄港珠澳大桥的即将位置，可眼看美丽的港珠澳大桥。咁样都起得稳嘅嗬。河岸的通往大桥的入口岸便桥，总不同。你睇下，浪住得唔得？嗯。糖食啊？冇啊！唔系啊，我想食粒糖咁，最好就系果汁糖啦。喂，嗰度咪系嗰啲搭嚟澳门嗰啲船啊？
咁快啲往住啲。展现出色拳十一项，十一项世界级的技术攻击。到弯出嚟啊！先嗰度咯，系啊。当时的经验和实战性的建设，形成了有中国建筑技术前的新技术。啲水系咁样达达嚟嘅喎，佢唔系话吓，唔系成达啊。技术体系，棒球运动的七个世界之最，第一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棒球代表了中国桥梁新技术集。国家综合能力的体现，广州万象桥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建设的。珠江口交通，你又行翻头先嗰度嘅？今年起，世界最具活力大湾区总相邻首次各位游客，情侣牵手圣地全球通道上挂的，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我念移动了，移动的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珠海经济特区、连接海内外的桥梁与枢纽，也是全国沿海最大的港口客运站之一。在珠海，海港众多，山清水秀，海域广阔，素有“百岛之城”的美称。每一座都各有特色。国内唯一一座可以直接眺望到香港市区的海岛。外形似月影呈现下来的岭南古村里古巷，还可以在转角处邂逅带有小资风情的小店。刚才听到广播咧，佢话珠海咧系有好多海岛喎。度假村加油站呢度叫做，好似一路都唔係點樣見到有啲人喺度行行佢啲嚇咁啦。係。多樓多樓多車。係啊。冇咁旺嘅，冇嗰啲，即係你唔覺得好熱鬧咁樣咯，係咪啊？唔覺得好似好大城市咁？呢個係咩啊？內蒙老羊館啊，好似幾高檔啊！係啦係啦，大呢、這個又有啊，大草原羊肉坊喎、啊，即、就、係、是、我哋右手邊。我叫羊啊！係咯，好似。系咯，系啊，真系可以食嗰啲手爪羊嗰啲咧，可以食羊喎、啊、嚇。頭先我哋咪又係，我哋又係沿住咁樣行，我想話我哋係。而家呢個就係珠海漁女喎、啊，呢度叫珠海漁女。愛情有奇，一個轉角小龍。睇下会唔会转入去嗰度咧？整体设计为微弱的半圆形。你睇下呢度对面呢条桥，唔系入去咩？都关闭嘅。钢化玻璃窗与蓝天碧海融为一体，这也是珠海最佳的海景观赏点，可以360度欣赏大海辽阔和汹涌。进入二楼，向左走，可以看到。哇，前面嗰个咁似嗰个白宫嘅，先至白宫啊！前面最前嗰度，有咩教翻正嘅？一直而家有啲有讲过。在爱情游击旁，还有海滨游场，这里是珠海市内唯一免费开放的室外海上游泳场所。阳光温和，香气十足，情调万变。附近还有酒吧、好大只蟹、五月花海鲜城啊，服务设施是夏日旅游、观光、休闲和度假的好大只蟹啊！五月花海鲜城啊，这叫啥？前面嗰度咧，咩大酒店嚟嘅系咪？哦。你看啊！都抵啊！如果唔系你都唔知去边系嘛？咁25蚊。原来右边嗰度系沙滩嚟嘅喎，右边嗰度系。
是沙灘嚟噶，你見到唔見到啲咩啊？沙灘散嚇，係咯係咯，都幾近喎嚇。嗱咁珠海都幾好啊，又有海灘係咪啊？呢間叫做珠海德漢大酒店啊。嗱，嗰度右邊咧，你望下，就係嗰啲沙灘咧，嗰啲小食檔啊，係咪啊？有啲小食亭啊，嗰啲有啲小食咁喺呢度，喺沙灘嗰個入口咧，應該咁行入去。原來呢個叫咩啊？珠海市啊，濱海體育公園啊。我諗呢間面前呢間酒店都幾應該幾出名係嘛？喺側邊嗰度咧有啲陽台嗰啲 balcony 咧係半圓形半圓形嘅係嘛？唔知係咪真嘅定係裝飾用途咧？嗱，睇下嚇，人哋嘅沙灘。幾方便嚇，呢度都話曬都係城市嚟嘅喎，即係側邊有個沙灘嚇。不過今日落雨啦，咁所以就算城市都唔多人。呢度叫情侶中路。愛情由此，海濱人潮到了，請帶好隨身物品下車。現在到啦。而家到了咩？未到。下一站係城市陽台啊，嗰度有個燈塔啊。哇！呢間咁靚嘅，呢間又係酒店嚟喎，船型嘅呢間嘢。商場啊，係咪幾靚？嗱，咁佢就好生意嘅，因為咧，你睇下對面，係咪海灘啊嘛？幾特別，但係咧又係昂居嘅，佢中間咧就係封住條欄噶嘛，佢要闖人穿個底先行到應該。嗱，嗰啲露天嗰啲有個燈塔啦，有好多人啊喺下低，即係海灘呢邊啊，即係右手邊啊，好多人啊，見唔見到好多人啊？擺入去先嘅，好塞車喎呢度，又好繁忙喎。睇下隔離嗰啲係咪好熱鬧咁樣，整咁多粉紅色。都唔係全部開曬。呢度就寫住咩珠海漁女啦，個牌又寫住係咪？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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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啲仔仔仔有冇睇咧？其實就喺呢度海邊啊！好偉大，係啊，真係喎嗬！呢個站啊就係珠海漁女咯喎，唔知個珠海漁女去邊喎？下一站就係城市陽台。根本沒有魚，是一個魚站。冇人釣魚嘅。都幾靚，其實咧兩邊咧，而家右邊又種咗咁多棕櫚樹，喺個海灣咁樣，咁真係好多人喎！你就呢度有人行啦，係咪外地啲人嚟呢度旅遊觀光咧？睇下都有咩？係咪啊？你喺呢啲咁多人啫喎！你轉上去嘛？頭先街又冇乜人嘅喎。前面嗰架車咁慢，唔知做乜嘢，係咪離曬譜
在这儿。呢度有个有石滩啊，应该系有啲人就落咗去啦。跟住，你可能系退潮。用得摆下车嘅，即系行街。系咯，即系人哋摆喺度就睇下。都没有好看我现在坐在这里看我已经看完了已经。下雨我就不出一坨汤。你看我现在在下车。哦，而家右手边啊，嗰度真系海女啊，嗰度右手边嗰度啊，见唔见到海女啊？系咪啊？呢度好多人喎、啊，真系好多人去睇嘅，睇下见唔见到前面啊？想要借住船。而家系咪啊？系啊，好啦，系。是吧？底下是不是下雨了？系咪好多人啊？吓，好似捧住粒珍珠咁，系咪啊？应该是啦，是不是很多人啊？是喎，好多人喎，系啦。咦，对面有啲呢个系大沙滩嚟喎，见唔见啊？前啲嗰度已经系沙滩，一路去到对面都系嘅喎。咁所以呢度系尽头嚟噶，咦？看看有冇险啊？可能有啊，得呢啲泥地。啊，沙滩都多人吓。你啥都不会，你转个屁呀？我也是这个。现在下吗？哥哥，你负责前面。现在下了，这没有。那个山顶上面那个塔，几特别，系咪啊？即系入左边呢、这个，佢就咁一支支嘢嘅啫，又唔觉得似有电线嗰啲嘅。后面那条好长。滚出去！哥哥骗我吗？回来了再下，我们先看了一遍，回来再下。你睇啲车几搞笑？那前面呢个商场，靓唔靓啊？你喺左边呢度咧？嗰啲系咩？你咁大个仲坐啊？咁大个都仲坐？几靓啊个商场？咁慢咁无聊啊！阿妹话想坐喎。有靓车，这里吃喝的有。什么车啊？他的色都挺靓的，整得是不是？已经有人玩过了，回来了，我们再下。你看，这个商场。你那个商场。这个好像挺新颖，是吧？这个旁边还是沙滩。沙滩很多人，但是呢全部都是坐在度嘅，都會話坐喺度啊，行啊，冇人著泳衣嘅，嚇男仔都冇好似。
哇，睇下嗰啲人嘈死嘅啫。美威智慧人上咗上咗嚟。主要的山上好吗？下一站，哦，呢、这個商場跟住咧就扮嗰條橋咧就可以去翻個沙灘啦。幾靚呢個商場？係咪成段路咧都係種咗呢個棕櫚樹啊？喺個沙灘側邊，真係好有。好有熱帶情懷啊！哎呀，真係啊！見到嗰個扇貝啦，你哋右手邊見面啊？有兩個好似扇貝嗰啲貝殼咧，好靚啊！你係嗰啲坐車啲人嘈到你啦！阿陳榮峰，我哋又去翻個扇貝度啦。因为刚才我们坐错车呢搭滴滴呢就去了那里了、啊、原来我们去了总站去了中站应该要起点站其实我们没错見到右手邊嗰度啦，就係兩個白色物體啊，就好似個嗰啲扇貝咁啊。嗰個其實是音樂廳嚟嘅，即係你去睇嗰啲芭蕾舞啊，嗰啲有啲咩藝術表演啊。兜過去嘅。係啊，係啊。就係啦，而家喺我哋左邊啊，就係呢一個好似扇貝嘅物體咧。就是歌劇院而在我們右邊這個不知道好像畫舫這樣這個中國式建築的船是不是、啊、像不像畫舫像嗎就搭這條橋呢就進去有船啊是啊下面有些船呢你可以搭船有你餐水我知道給你踩回去那裡哦，呢、这个呢、这个唔知写有冇写咩名嚟嘅，好似冇名嘅，好似冇写名，系酒楼嚟嘅真系可能，啊佢冇讲嗬，啊，嗱嗰、那个系咪好似？好似个扇贝咁啊！咁嗰啲嗰度呢度已经系总站嚟啦。我谂夜晚都会靓嘅呢一个扇贝，因为一定有啲灯光效果啦。休闲共用体验，向游客立体展示桂树岛、欢乐海、欢乐爱的迷人魅力，已成为港珠澳居民、各地游客来珠海休闲体验之神像。
下雨了也下。那么也特别。就这两个意思。今天几点哦？今天几点哦？吧。他们听见这个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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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运城，就是有商场地下啦。而家我哋唔使，使乜落去？唔使落啊？你落唔落去？唔落啦，走啦，系咪啊？回翻城啦。下雨啦嘛，系咪要我哋落啊？好，呢度已经到咗总站，我哋谂住唔落车得唔得噶先？海虹总站，睇下有冇人赶我哋嘅。细啊，个问题。唔知咧，咦唔使落车喎，哦，环球，所以我哋唔使落翻车，好，因为落雨都唔行啦。好啊好啊，咁依家睇睇下决定咧，晏昼食啲，依家夜晚食啲咩？而家咧就沿途咧又坐翻去北拱北口岸嗰边啦。咁啊落雨我哋唔落去行啦，好，咁我哋。就呢度呢条片就到呢度为止啦，好，多谢收睇，拜拜。